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国足的世预赛即将开始，作为曾经的国字号一流球队，如今在陈戌源的带领下一路被推进谷底，男足的战绩更是惨不忍睹，很多球迷甚至扒出了球员的现状生活，顿顿海参，住豪宅，开豪车，拿着高薪不进球，身材一度发福的他们被球迷称为白斩鸡。如今33岁的中超门神大秀身材，与国足形成鲜明对比，但就是这样优秀的球员，却为何得不到国家队的召唤？这里圈个有用无眼，现如今男足的身材已被称为白斩鸡，其真正含义就是男足身材又白又胖，突出的大肚腩更是显而易见。能够养成如此肥膘，都是平时训练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太阳更是晒不到，天天山珍海味，暴饮暴食，光吃海参营养过剩，就出现了赘肉。但并不是所有职业球员都是这样的，比如无眼，33岁的他身高1米91，平时生活自律，腹肌就有6块，身材好得不得了。如今33岁的他显然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端，但他却仍没有退役，目前作为河南队的主力门神，甚至坐稳了这一位置，在场上的多次精彩救球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无眼从22岁到33岁，10年的时间都保持这样完美的身材，很多球迷不禁赞赏，这才是国足的未来。但就是如此优秀的门将却没有得到国家队的召唤，这不禁让很多人感到质疑。而国足的门将一直都是严俊凌和王大雷担任，有网友球迷猜测，大概是男足都在吃香的喝辣的，而无眼却忙于健身训练，显然有些不合群，很容易被认为眼中钉。但尽管得不到国家队的召唤，无眼依然没有放弃足球这个职业，选择加入河南队。在加入河南队之后，一直是兢兢业业，奋力执守。虽然身材好只是外在的表现，但如今男足的现状让很多球迷感慨，无眼这种努力上进、勤奋刻苦训练的精神，不正是国足如今缺少的精神吗？从而也就跟男足现状的球员身材形成明显对比。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所以男足也应该更加自律，把心思花在训练上。虽然身材只是一部分，不能代表什么，但还需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，技术的好坏都会在球场上展现。